在这项家居工程设计的阶段，业主希望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到灯饰和智能系统一站式服务。而因应业主在不同空间有个别的要求，我们根据了所需的条件，选择和提议了最适合的照明方案。首先，业主希望强调空间感，维持整体设计简约时尚，所以除了设计相衬的进口灯饰之外，全屋大部分位置都以天花灯 LED 灯带作主要照明。我们建议了 3000K 的暖色系色温，并在天花灯装上防蓝光的配件，维持足够光度之余，亦加强视觉舒适感。而最重要的是 Sodiac Lighting 在这间屋提供的灯饰都适用于 Lutron 智能系统。至于智能系统方面，业主采用了 Lutron Around 2 Select 这个系统，可以个人化控制窗帘和灯饰。只要预先设定常用的灯光光暗及窗帘高低，之后就可以一按启动场景功能。RAW 2 Select 安装容易，整个系统采用无线接收，无需预先铺设电线及信号线，并可同时支援100种装置，而且操作非常简单。除了用 Lutron 的 Pico 多功能灯光控制器调控光暗之外，更可以透过手提电话或者平板电脑开启 Lutron 的应用程式遥距控制。RAW 2 Select 采用了 Clear Connect 专利射频技术，不会受到其他信号干扰，确保每次控制都准确无误。而屋内窗帘使用 Lutron 的卷帘，这款电动窗帘可以完美配合 RAW 2 Select， 令身处屋内任何位置都可以做到控制日光、隔热、节省能源和提高私隐度。而且 Lutron 卷帘启动时非常宁静，还可以选择电池及电源款式，灵活方便。总括来说，业主非常满意 Sodiac Lighting 所提供的家居智能照明方案。